就是有一天小明去学校的时候，同学一直笑他说：“哈哈哈，小明，你真是一个风筝啊！”然后小明就说：“哎，为什么我是一个风筝呢？”然后突然老师也跟他说：“小明，你真的是一个风筝啊！”然后小明就说：“嘿，为什么我是一个风筝呢？”然后他就一整天被大家说他是一个风筝，他就很难过。于是他就回家跟妈妈讲：“妈妈，妈妈，今天学校人一直说我是个风筝哎。”然后妈妈就说：“小明，你真的是个风筝啊！”然后小明就哭着出门说：“我不是风筝，我不是风筝。”于是小明就飞起来，原来小明真的是个风筝。这到底是什么笑？什么鬼？这什么？这什么烂东西？